你怎么知道我叫密码？蒙的，我就随手说了我的生日。我给你带了礼物。 最近休息的还好吗？嗯，继续待业中。啊，哈士竞标我们拿到了，走吧，去庆祝一下。不了。 有很多张，我给你看看吧。当你特别想见我的那天，我的存在才有些许的意义。不想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去打扰一个不爱我的人，我的坚持让我累了。我越来越在意你，让我很生自己的气。我无数次的告诉自己，现在已经很好了。 每天都能见到，这不也是一种陪伴吗？可是我越来越想要个结果，想要那个属于我的、完完全全的人。如果你真的在意我，又怎么会对我所做的一切视而不见？ 用对他们的陪伴来衬托我的落寞。放开你，我也许还能遇到那个属于我的、完完全全的人。给你，我不敢只做朋友，所以我选择放手。星星在闪烁但也。 没说话，但其实你当我是个傻子。我能看到你对我所有的好，因为想一直拥有，所以我不想打破它，我不愿意冒这个险。我一直以为男女之间的情侣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不牢靠、最危险。 最狭隘的一种关系，我万一，我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，这么拥有你的陪伴？你懂吗？我不愿意承担成为恋人的风险，从而失去一个朋友。也许我想要的不是朋友，是恋人。我承认，我爱你，但是也请你不要把我的爱当做理所当然。如果你还想维持这种关系的话，那就不必了。那种关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我知道你想要那种。 舒服的关系，懂得彼此的分寸。我就是不想守着这份分寸。你想好了？你为什么非要我？我从来逼的都是我自己。 只有我的以后，深褪色的自由。 也许。